十日的日子怎么慢慢的健忘了？从离开后也一年了，两年前一切发生的事是真的吗？还是一场梦？你也那么觉得吗？你现在还会记得我们当初的样子吗？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あとで一杯やろうか。いいですね。おごりですよね。今日はお前のおごりだよ。すみません、注文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。あれ？今日一人？ああ、うん。何する？じゃあ障壁そば一つください。なんでそんな風に笑っているんですか？彼女はいつも彼氏と一緒なんだけどな。ただの時刻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。いや、彼女の目を見たら別れたっていうことが分かんだよ。目から本当に分かるんですか？黙ってそば作ってろ。我有时候确实讲不出口，还是你有听到我心里的声音？妈，起来吃早餐喽！嗯，哎，起来了。哦，你坐坐，就坐好了。对呀，早上起来坐地。回想第一次来到十日，真的已经过了两年吗？你应该不记得那天的我，但那天的你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人生有时候就需要一点变化，修养一下，你认同吗？你不会忘记我每天做的事吧？每天早上起来，先清理温泉和浴室，就跟我在明月馆的日子一样，然后到厨房帮忙，柜台需要帮忙的时候，我也要 stand by。我遇见马路卡的那天，你记得吗？我
我突然想到，是缘分吗？大丈夫ですか？はい。これはあなたのために心を込めて作りました。師匠があなたが落ち込んでいるみたいだって言うから。なんかちょっと特別な味が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。就是那一刻，刚好就是一年前的今天，我终于有缘分跟马多卡一起吃饭，一起聊天，一起分享每一件事。但也就是那一刻，我接到我妈妈邻居的电话，我就需要离开了你。离开你在台北每一天的日子就很单纯，早上帮我妈准备早餐，让她休息一下，带他一起去外面运动一下，回到家帮他泡茶，然后等最重要的一通电话，让妈妈看你一眼。电话，电话，电话。马多卡，马多卡，哎，我好。嗨。お元気ですか？元気です。元気です。他讲什么赛？他说等你脚好了，一定要一起过去。一定要来玩。好好，来就过，来就过。我们一起过去，一起过去，然后结婚，一起结婚。你跟博豪一起结婚。这收讯是不太好。收讯好像不太好。有啊有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你跟博豪要拜拜。要去。喂。那个收讯好像不太好。那个水滚了，你当我傻呀？来，收讯不好。喝茶。十日，你不会忘记我吧？请再等我一下下，我每天努力的不忘记你，回想每一天你陪伴我的日子，我妈很想要见到你，我们很快就可以去找你了。